忘记了，我记得以前好像知道礼拜四，可是现在忘了。有在做祷告吗？这不是杀人吗？是啊，这是杀人啊。The same man，yeah，什么的。入睡前对上帝的祷告，老师，我每天都做呢，没有一天缺席。你每天都做，上帝会赏你什么？其实是个圣女嘛。对不起，你也来试试看吧。心情安定下来的话，说不定就能睡着了。说的也是呢，我先离开了。你都读过一级学校了，还怕浪费钱？啊，这就是礼拜，对对对，就这个。等一下，这好像圣经的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予他呢？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？他们切望死，却不得死，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。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，极其欢喜。人的道路既然遮掩，神又把他四面围困，为何有光赐给他呢？是还蛮有道理的啊，我觉得你都读过去学校，还怕浪费钱？除非就是这个真的太贵了，已经有点是勉强负担状态，那就可以理解。因为有一些家人，有一些不是家人，有一些父母，他们就是会希望子女得到最好的教育，他们会不惜一切的去让他们读最好的。有一些会这样子啊，所以搞不好主角苏菲的父亲就是这样子。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，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，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。我不得安逸，不得安静，也不得安息，却有患难来到。有的人对对家只为了跟天国人交朋友，你要去天国，你就直接拿一把刀脖子一抹就可以去了，你还特地到贵族学校，哈哈哈哈。康熙，你把高追，天龙国，天国人，哈哈哈哈，要去天国，拿刀往脖子一划就得上去了，搞不好上帝还会站在那边接纳你，天堂之门为你而开，有没有？干嘛不去当哲学家，在这边当修女？不知道啊，这可能是他们圣经吧，剩下来的经文叫圣经。约伯是个无时无。无论何时都喜欢诚实坦率的人物，但就算如此，也不能保证灾厄就不会降临。各位都能理解我的意思吗？他经过灾厄之后，正视了现实。打字太快了，无法事事随心所欲的现实。虽然各位年纪尚轻，可能还没体会过这种事。也就是信任上帝，相信他所给予的试炼，忍耐住苦难，如同神之子信任人类背负了痛苦一般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提升身为人类的价值。哇，讲得好，慷慨激昂哦！以上，来，我们祷告吧，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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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吃面。好，下课了。他们祷告完后就下课了，不错不错，放学回家喽，翘课喽，还在回家？差不多该洗澡，然后睡觉去吧。他不是睡不着吗？对啊，他现在还是穿那个睡服哎，好可爱的啊。然后现在呢，可以出去吗？不行。所以，等下，我觉得康一他讲那个，他讲天国人那个，我觉得等一下，搞不好我们会在天国再见到那个他朋友哎。哦哦，对，修女受害，断开所有邓肯一切牵连，哇哦，呜呼，你是好差，洗澡。眼睛下面都有黑眼圈了，一定是因为好几天没能睡着。为什么都睡不着呢？好想快点有睡意啊！他眼睛也是红的。哦哦，累坏了，上床睡吧。啊，你不是说累了，然后你又睡不着？
脏脏难该齿轮一下，不要啊！对不起，大哥，我错了。诶，所以哦，所以他就是为了换，随时换成睡衣，所以才不改变这边图案，是不是？OK，OK，可以理解，没问题。本性露出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欣赏欣对于美的一种欣赏的表现，好不好？Sky，这是你第八次，第一次看台，哈哈哈哈。从我开始计算开始啊，所以是睡觉吗？立灯。排仔刚刚不小心点到外面，没注意到。睡前的祷告呢？妈妈在的时候，每天都有做呢。妈妈在的时候，所以搞不好真的跟我们一开始讲，就是妈妈已经我已经上天堂了，他已经变天国人了。刚好有声音嘞，我将歌眼安眠。主啊，请守护我的灵魂。哦，他这还有语音哦，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大声而已。若在我觉醒之前死去的话，就请将我的灵魂召回到您的身边吧。阿面，好像笨蛋一样。合眼，如果这样就能睡着，就不用烦恼了。也是啊。结果真的安眠了 总觉得好奇怪哦。刚刚时间，哦对，时钟声音停止了，我要讲这个，就他自己先注意到了，可恶。闹钟停在12点，真奇怪，最近才换过电池的，坏掉了吗？这边的时钟也停在12点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时间暂停了、哦？时间暂停，召唤了龟妈，跟我到天国去，是这样吗？其实这些都是新鲜的手法。我是知道基督教他们就是睡前的，诶，不一定基督教、天主教啦，就是。我知道的，就西方很多人，他们就是睡觉的时候都会在那边祷告啦，祈求类似祈求一个平安吧，向上帝祈祷这样子。这我知道，因为前阵子我才在那个，才在超赞档案上看而已，超赞档案。有人睡着了，我让困起啊，当新娃杀嘛，我觉得他这样子。穿着一个睡衣到处跑，似乎有点不太好啊。有点怎么讲？是不是听到打呼声了、啊？隔壁家的伯伯发生什么了吗？睡着了，而且睡在走廊的正中央，该不会是跌倒撞到头吧？跌倒撞到头睡着会打呼吗？糟糕了，必须要叫救护车。女主角是光明会的，女主角其实是那个女巫会、女巫派的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那什么邪教的，她其实邪教教徒，所以她才都不可能挂那个，她也不可能那个祷告。为什么打不出去？明明是急救电话，却打不通，怎么回事啊？踩她的头。是床上都挂个小十字架，睡前会忏悔一下今天的过错，会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是没有在干这种事，所以我不知道。踩他头要怎样？在头上跳踢踏舞吗？来来来来，跳踢个踢踏舞！啪啪啪啪啪，没死都剩半条命了。对了，先将这件事传达给隔壁的阿姨。不好意思，我是住在隔壁的格兰德勒，老伯伯倒在走廊上了。不好意思，哎，不在吗？门没有锁，是开的。阿姨，阿姨，行政重一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阿姨也睡着了。哎，唐双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果然很奇怪，这一带就连晚上也相当热闹的，怎么这么安静？而且感觉他睡得很舒服，哎，睡着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边有没有什么，就是进去是不行的，就是有什么宝藏。没有，可恶，不能给我们看。热水瓶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不可以拿热水瓶把阿姨浇醒啊？不行了，我以为可以拿那个热水瓶，有没有？然后往阿姨的头上淋过去。阿姨，进城哦，回魂哦，哦，进哦。我以为可以这样子，先捡回家好了。不要，我不喜欢。如果是妹妹的话，OK 啦，这个就算了。诶，这里有睡着的人，为什么大家都像这样倒在地上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没有还清醒的人吗？有啊，你自己啊，废 话吗？讲 废话吗？Cave 咖啡厅锁住了，无法进入。哦，这有东西，小镇地图，获得小镇地图。所以，油桶，这也有睡着的。阿姨表示，把阿伯丢出去后，整个家的地板都是我的。所以，哎，没有啊，那个什么，就跟他们一样啊，躺在这条马路都是我的啦。哦，好温暖哦，我不想起来。定静的睡着了。是他们地图，我们应该是在这边吧？这应该是他们的房子吧？是吗？因为我看到这里。啊，随便走一下就知道了，看一下就知道。对啊，hospital，对啊，晚上医院还是比较靠近比较好。对啊，hospital 是这里啊，所以我们要往哪走啊？那往哪走啊？奇怪。好，随便，先走再说。是什么？画我啦，时装店锁住了，进不去。哎，过不去哦！我在这边过去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就是绕整个哦 JP Ground Chase，有种下一秒他们变僵尸冲过来感觉，不会吧？哎，那如果变僵尸冲过来就太夸张了哦！你看僵尸那个闹大街是不是？这有什么吗？哎，这时候可以进便利商店拿东西吗？锁住了，不能进去。可恶！看来作者已经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。看来作者早就已经都那个已经料到我们会想做什么事情了，气死我了！这里是怎样啊？怎么会有碎石啊？打不开工厂。这里是哪里？都锁住了吗？哎，对。哎，有一个开了，可是我刚刚看到有个鬼影往右边走了。嘿啥？也是停在12点，所以现在整个时间都暂停住，好像是 Step Room 门锁住了。之前看过个漫画，说主角跟那个人啪啪啪之后，他就会醒来。什么东西啊？你那是看什么诡异的漫画？色情漫画吗？为什么跟人啪啪啪他会醒来？你的啪啪啪是指说往别人脸上啪啪啪啪这样赏巴掌啪啪啪，还是我们正常人所理解的那个啪啪啪？讲清楚啊！等等，会有人射梦罗汉拳揍我？不要好吗？我不要、哦。射梦罗汉拳也曾经是我擅长的。是什么密码？Enter a number of HMS。没有反应。